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无论你是什么年纪、什么性别、什么背景，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继一年读新约灵修之后，邀请你一起立志，和35位牧者用三年时间，每日用圣经的旧约灵修读经，让生命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一起实践旧约的教导，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这一段的经文呢，就可以讲记录了以色列国一个的悲剧的开始，就是以色列国分为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这段经文呢，就讲这个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无论是那个王的罗波安的心态，或者是以色列人的心态。在我们继续去思想这段经文之前呢，让我们首先有一个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或者在一个更大的基督徒群体，甚至在社会里面，会出现很多的分裂。我们知道特别在教会的处境里面，这些的分裂都是不是讨你喜悦的事情。我们怎样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看法之中能够保持教会的合一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重你的身体的合一，放在我们的祷告之中，放在我们的行动之中。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历代之下第十章，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照王所说，你们第三天再来见我的话，第三天来到罗波安那里。王严厉地回答他们，罗波安王不采纳长者所出的主意，却照着年轻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惩罚你们，我却要用蝎子。王不依从百姓，因这事件是出于上帝，为要应验耶和华即示罗人阿希雅对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人见王不依从他们，百姓就回复王说：我们在大卫中有什么份呢？我们在耶西的儿子中没有产业。以色列啊，各回自己的帐篷去吧。大卫啊，现在你顾自己的家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的帐篷去了。至于住犹大城镇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仍作他们的王。罗波安王派监管奴役的哈多兰去，以色列人用石头打他，他就死了。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经文提到，当那些以色列人去找罗波安的时候，罗波安就跟随了那些年轻人的建议，就在那里说：我就要使你们负更重的轭。他就要更加去欺压以色列人。经文那里就强调，王不依从百姓，在十五节那里说，就是为要应验耶和华即示罗人阿希雅对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
就咁睇呢節經文咧，好似講到咧呢個羅波安嘅選擇咧，唔係出於佢自己意願，好似咧神要佢做一啲嘅衰嘢咁樣。其實經文唔係咁嘅意思，經文咧就話俾我哋聽，其實嗰啲壞人做壞事，雖然係佢哋自己選擇，但係唔係出於神嘅意料之外，神一早就知道咗啦。當呢個羅波安俾呢個好苛刻嘅答案嘅時候咧，那個屬於北邊的那十個支派就這樣答這個的羅波安了。第十六節那裡說，我們在大衛中有什麼份呢？我們在耶西的兒子中沒有產業。以色列啊，各回自己的帳棚去吧。大衛啊，現在你顧自己的家吧。這句說話呢提醒我們，其實呢、這個的大衛是來自這個猶大的支派，其他那十個支派，北邊的十個支派願意擁戴他王，不是必然的事情的。他們那些人民最核心的那個的中心是屬於他們的自己的支派。這段經文提醒我們，當一個作王的人他不願意聽下面的人的說話，那些支派就各自為家，回到他自己的家裡。從一個角度來看呢，歷代志的故事是一連串的悲劇。很多的猶大國的王呢，他們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就算他們曾經有成功的時候，不過跟著他們又可能會失敗。不過經文的作者呢就強調這些事情都不是在耶和華的意料之外的。雖然耶和華不希望我們去犯罪，而我們犯罪會帶來一些惡果，不過耶和華不會因為我們犯罪就不理我們，也不會任由這些惡果去殘害我們的生命。如果我們要面對犯罪的結果的時候，其實耶和華都是藉著這些一些我們生命中的困難去提醒我們，讓我們可以重新回到祂的身邊，讓我們可以謙卑下來。經文裡面提醒我們，這些發生的事情，南北國的分裂都是按著先知亞希亞的說話發生，都是按著耶和華所說的說話發生。所以假如你今天的生命之中遇到一些困難，假如你覺得其實這些困難可能跟你過去做一些錯誤的決定都有關的時候，我們不要放棄。我們知道耶和華依然是掌管我們的生命，祂是有憐憫的神。南北國的分裂也都提醒我們，其實人真的可以很多理由去吵架的。在我們一般人心目中，以色列是一個完整的一個的族派，他們是一個國家。不過在當時候的以色列人心目當中，其實他們是分開十二個支派，他們各屬一個個別的支派。就好像今天的情況一樣，在外面的人看，我們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咯，但基督徒看自己呢，就會有很多的門派的，有浸信會、宣道會、路德會等等，很多很多的門派。而這些這樣的門派呢，就往往成為我們爭拗的原因。我們不喜歡對方做某些行為的時候，我們就去責罵他們，就說我們跟他有什麼關係呢？而且這些不但只是教會和教會之間會發生爭執，甚至教會裡面都很多時候我們會不喜歡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是咯，啲老人家是咁講嘢嘅啦，或者啲年輕人就係唔聽話嘅啦，或者嗰啲講英文嘅人就係咁嘅啦，或者嗰啲講普通話嘅人就係態度咁差嘅啦。好多時候咧，我哋會因為別人嘅身份同我哋唔同，我哋就歸咎佢哋。我哋有冇諗過教會嘅合一其實係一種好寶貴嘅事情咧？今集背诵的金句是：王不依从百姓，因这事件是出于上帝，为要应验耶和华直示来人阿希雅对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历代志下十章十五节。